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曼斯德，最新的瓶盖人出来喽。今天呢，要来介绍这个 BOT 17葡萄战狼盐，还有 BOT 18的瓶盖补充包鲜艳配色版。没错，这一次的新瓶呢，全部都是异色啊，连瓶盖都给你搞个异色版。不过相信这个会是最后的过渡商品了，因为新一季的瓶盖人就要出来喽。不过呢，我们还是先来看这一次的新品介绍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套件内容。葡萄战狼呢，从紫色变成了红色。那么官方啊，虽然说这个是盐的配色，但是也有网友戏称这个是麦当劳配色。不得不说，真的还越看越像麦当劳叔叔的专用机啊。那瓶盖从一般的瓶盖呢，改成送了四个速度瓶盖。那目前的速度瓶盖已经有蓝色版跟金色版。没想到呢，现在又多了一个红色的版本。那红色版本呢，一样没有像这个蓝色一样有花纹。然后我们从功能的说明图上来看，还是原本的葡萄战狼。详细比对一下之后呢，这台贴纸好像没有省太多的样子，依然呢是照原本的数量来做设计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 BOT 18瓶盖补充包鲜艳配色版。我们可以跟旧的图比对一下，色系呢还是一样的，只是把颜色调过，然后上面呢直接印上了瓶盖人的 logo。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之前的瓶盖啊大缺货，所以干脆呢直接制作一批新的来给玩家做购买。最后呢，我们来看发售日期与价格，两款都是6月26日发售。葡萄战狼的价格呢是1100日币，与异色御三家一样。瓶盖的价格呢是330日币，也与旧款的补充包一样。相信啊，这个就是最后的异色过渡商品啦。新一季的瓶盖人情报终于出现了，新一季的主角是海贼风格。整体看起来比较有趣的是第一次出现的炮管装置，不晓得这个炮管是不是也能帮助加压，因为看起来这么短，应该对于瞄准功能帮助不会太大。接下来有什么新的消息会再整理给大家知道啦，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。以上就是本次的抢先报，记得帮我订阅按赞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